谁在念叨本尊了？你去哪里？非礼勿视啊！切！切！谁稀罕看你？本尊怎么说也是武林至尊，你也大小不忌，是个武林盟主，都是行走江湖之人。 还搞什么非礼勿视这一套？来碗胭脂露。跟你说啊，今天的晚饭没有了。你真是过了河就拆迁。